真的，法国赢了，实况一天杀子实况打魔物，而且还是打魔物。真假的？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跟哪个国家？孔蓝哥，你知道吗？克罗埃西亚对法国。什么什么？克罗埃西亚。克罗埃西亚。对，法国。那个是什么国家？我没听过呀、啊。好酷哦，这个名字，克罗埃西亚。克罗埃西亚对法国，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来预言一下，各位。虽然我没有看四组，我觉得我可以来预言一下。我们现在这场打什么？我来想一下、哦。来，我们这场是苏阿斯他们接任务嘛，对不对？这场打的是力战恐暴龙啊。如果猫的话，就是克罗埃西亚赢，有没有？如果赢了，就是法国赢这样子。科 ，OK， 好，咱们走起，各位。OK， 可以。克罗安心呀，克罗安心呀。我觉得可以。Oh my god！ 给我输，我直接买1000克罗赢。你们好恐怖！哎、欸，所以刚刚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如果猫了输了，就是那个什么克罗安心雅嘛，对不对？克罗安心雅。然后如果赢的话，有没有就是法国赢？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今天是踢世界杯最后决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今天就决赛了、哦。对啊，今天啊。哇，好哎、欸，各位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截图它转播画面在我右上角吗？我这样会不会被版权？有没有？绝对会。下午11点开踢，哦哟，世界版权店很凶，好不好？超恐怖。2022年赌中国，真假？是真的没有在看，我没有在看，真的我没有在看。可是有听朋友他们在讲，上哥他有时候也会讲。哎呦，按错，没事，阿尔夫，没事。你其实很想打人家，对吧？没事。大皮，哎，什么？你要不要讲那句话？哪句话？你懂的，那恐怖的时候讲的那句话。不要吧，我们一下嘛。哇，这个试下去不得了啊！Oh my god， 我心地的，这样子吧。哇，恐怖跑掉了，哇。哇！甩尾巴！哇！哇！挖土机！哇！我捡到你！哇！挖土机你啊！甩尾巴！啊！啊！我的天！哎呦，麻了！可以。我警告你儿，你不要乱来！你不要乱来 ！Oh my god！不用这样陪我吧，苏阿斯。完了，那个什么苏克，什么萨克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克罗埃西亚，克罗安心亚要赢了，各位。等一下，撞一下，哎，恐吓的头一直砰砰砰，哎，我天哪，砰砰砰，砰砰砰 ，LKK。我觉得这段不行，我们跳下一段。啊！接个状态一下，觉得要接一下。等一下。为什么会变成我跟蓝大睡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样我觉得这太恐怖了。我觉得很好啊，啾咪。我掰咖呢，哇哇哇靠！法国要赢了，各位。孔哥吃尾巴是要断尾，饿了。对，要他饿，然后你要断尾，他才会去吃。没有错。哎、欸、我。让我们再看一次。
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，然后再看看这个表情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贴图？哇哇，哥哥哥哥你来了，暴林哥，暴林哥你要尾刀了吗？暴林哥，再不然多砍几刀让你尾刀一下。暴林，小干呐，来呀、啊！我的天呐、啊！啊，给你干了呀！啊，举高高，好好上吧。嗯、啊、嗯、啊，小干呐、啊，三四一九，嘣！哇，五四八四，哇，这个超扯！哎呦，不错哦，这个。哎哎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啦？来了。啊、各位，法国会赢哦！没有啦，不会啦，没那么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准的话，哇，干我实况一天，是不是实况一天的？干我实况一天杀阿紫啦！妈的，是不是？如果那么准的话，真的真的那么准的话，以后要赌啥都来这。各位，我们就什么乐透号码都不要中，有没有？就不要随便乱选，我们就中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们就可以练财。哎、欸，各位，练财集团嘞！快！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提号码。我觉得这个有搞头，各位，我们来组一个公司，你们投资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各位？投资我没有？然后我们就可以练财，有没有？哦，今天乐透哪个号码不会中？应该喜鸡类哦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不会中，中了，有没有？中了，利奇。我觉得这个公司要叫利奇公司，你知道吗？利奇，哦，利奇公司，利奇。哎，利奇，你知道吗？利奇公司，兰大公司的英文叫什么？兰大 ，opening 哦。Company 哦，Litchi Company， 明大上 Litchi Company 是不是是要入股一下了？各位，我们旗下的业务有专门 Litchi， 很棒，对不对？专门来捞那个公益彩券的。本哥，我明天会不会就被股了 ？We are company。如果真的这么准中了，结果沙比忘了买，哇！干，如果真的中了，沙子实况一天啊！哇，真的中了！我就不信，每次都这么邪门。沙皮，你要不要转行当预言师？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喜欢沙皮的频道，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帮助沙皮突破50000大关。